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本师师释迦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慢走。好，大家有看到讲义吗？有看到师傅。我想先说一下，就是关于中论中观，不太能够很明确深刻的理解它。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那个文字的叙述，看起来我们好像都理解，但是有时候一要问到更深的，或是说，要怎么去观察，或者要怎么跟有中怎么去很明确的，我说的是说很明确的，去能够看到之间的根本的差别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又好像抓不太准。这个我们自己要觉察到。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共修，能够把那个根本的差别，很清楚的把它观察出来了，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学的关于中论这一部，我们好像看了，觉得有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好像大概都理解的时候，但是有时候又好像不太能够抓到它。我常这样做形容的，就好像你去抓鱼，尤其抓那鳗鱼，好像有时候很难抓，很难抓。有时候抓到手，一下又溜掉，好像一抓到，一下又溜掉。好像我们有时候抓久了，好像比较清楚它怎样一抓，但是抓没有两三秒，它又溜掉。所以我们应该对中观的论述，中观中论的论述。我们如果说还模模糊糊，好像懂，好像不太懂的时候，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就懂了，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就差不多了，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是不够有警觉性，就好像我们看各家，就是说大圣，我们不用看，我们不说那个声闻，声闻因为他不谈一切法空，他谈无我所。他大概声闻大概基本上都是我无法有，我是没有的，法是有的。他们说空呢，空是没有我，不是法是空，他是说空。一般都是说空，就是无我，就是没有我。所以一般声闻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声闻就在中观来讲，我们就基本上我们说大圣哦，大圣都谈到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尤其我们中国每一家都要说到空。尤其我常说的，像那个天台宗有讲二谛。天台宗智的大师他是对大智度论特有研究的，当然中论也没有问题，他就是对大智度论特有研究。但是他总是要把你看哦，把那个中论说成三谛什么三世纪呀，就说成三谛。他还谈二谛的时候，好像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也说那个般若经龙树论是通教嘛，通教，通前通后。但是总是要他要认为谈到三谛才能够圆满的。那三谛就是中谛，中谛就是统二谛啊，统一切法。所以他终究要谈到第三谛中谛的时候，才来谈即一即三即三即一。连他的那个二谛论，他也要有含中的二谛，他才认为是他圆满的。
三谛当中它又要有那个隔别的三谛，还有圆融三谛。摩诃止观就是圆融三谛的观法，所以他一谈到圆融三谛，那个中谛他就要统一切法，那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名字，就是妙有了，妙有。所以关于什么叫做空，什么叫空，我们如果我们要了解中观的空义，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那个恭敬。第一个没有恭敬，那没有办法，因为再说一次咯，没有恭敬的话，不可能对中观是不可能深刻的理解咯。而且不单单是恭敬了，还要一再一再的去观察思维，那才有可能渐渐的深入。空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了，不是一般我们理解到了，也不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觉得现在比较不执取，比较不执着，不要，我们自己要观察自己，我们说不执取，比较不执着，那跟，我们修行过程当中都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经验了。但是那样的不执着，不执取，到底是不是跟空中相应的那个部分去前进？这个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它了。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在上个礼拜在讨论的时候，我又更也大家也是希望能够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家也是希望一直在比较深刻的去对一句话一个词它的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指向什么，到底它跟其他的别家的那个说法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应该是要我们希望呢，我们借助这样的因缘哦，借助我们这样的因缘来共修中观论诵讲记导师的讲记的这样的因缘，希望我们的能够好好的把它比较更深刻的理解它了。否则你看哦，我们中国啦，各家有中空中都在讲金刚经，都在讲仙经，什么都在讲了。你看中论也是一样，你看像印度不是那个后期中观师跟一切师为师在变的吗？在变，你看起因就是那个唯识学者在解释中论，解释中依他们的那个他们中义啦，就是宗派的那个义理来解释中论。你看啊，一样的，我们中国八大宗也是都用自家的中义来解释中论，或是在解释空中。所以我们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借助导师对中观义理的深刻广大的理解。我想说深刻广大的理解，我一再来说明，导师不是依中观的立场说依中观来说中观哦，不是依，当然导师这个部分是依的中观的义理来说中观，但是导师说中观是中观的义理最了义，不是说依着中观的见那个中观这个宗派的意思来说中观是了义。老师是依着，老师说他是佛弟子，他是依着世尊的说法，在世尊的说法当中，当然现在来说的话，世尊的说法他最根源的是表现在阿含经当中，尤其是阿含经的那个杂含经当中的。老师是依着，但是要了解世尊，那不是我们到了这个时代，我们不会很清楚的去了解阿含经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导师就是依着这个后代的佛弟子，包括佛入灭之后，一直到秘密大圣的一切的佛弟子，做这样的观察，到底哪一家才能够真正的彻底阐扬世尊所说的缘起，而且这个是缘起，是中道的缘起，是出世空相应缘起，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缘起。在《阿含经》说缘起，一般的说法是生灭的缘起，
在三法印，如果说缘起表现出来的，基本上在暗经基本上都谈到次第的三法印，但是一样在暗经也有说到空相应的缘起，也有说到眼生无来处，眼灭无去处的缘起，也有说到对那个迦瞻言说的那部分真实禅，或者说离有无两边的那些。而导师这样一观察，对于尤其观阿含经是这样，然后再观察后代的佛弟子，到底哪一家才能够真正的彻底阐扬世尊的本怀？世尊的本怀不单单是说阿含经的义理的深观，还有包括他的广行。所以导师这样一将观察抉择出来的时候，就确定了，龙树论是彻底阐扬世尊。世尊的缘起的深本意了，所以而且又贯通阿含经跟般若经。我们一般佛弟子的说法就是经是佛说的，所以那个龙树论是贯通阿含经的。在阿含经一般阿含经世尊在阿含经都是依着缘起来说。言起来说中道，但是到了般若经的时候，它是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所以一切皆假名。两个那个方便是不同，但是龙树论呢，把它贯通起来，其实就没有离开杂案经的初是空相应言起随顺法，只是空呢，是依着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在彻底阐扬阿含经的初是空的那个空。也是在彻底阐扬眼生无来处，眼灭无去处的那个不实在的生，不实在的来，不实在的去，就是一大生一切法空。而导师这样观察起来，这个整个的这样观察起来才确定了，这才确定了。所以导师不是依着那个宗派的立场。当然我们说谈中观，导师说中观论诵讲记，或者是谈般若经讲记，这个是依中观的立场，就是依中观他是这样说的，所以导师也这样说的。但是导师不是依着宗派立场，导师是依着世尊在阿含经的说法当中，看的各家的说法当中，导师说是龙树论才能够真正的彻底阐扬，这样这个我们都要理得清楚来的。所以这些我本来如果说在跟本来说当时还要跟各位一起来共修，导师这一本讲记，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这样，希望能够比较我们哦，包括我自己了，比较讲的深刻。我不是说我讲的深刻，我是说导致那样的深刻的，希望我们一起往那个地方好的把它很明确，我刚才说到的是非常明确的来去观察它。观察到我们不是说要跟别家做比较而排斥别家，不是这样哦。比较之后真正关键是在对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自己身心的观察，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哦。各位谈到空意。空意不是只是让我们不执着而已，不是只是那现象的不执着，因为如果只是现象的不执着，太多让我们有太多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暂时的不执着，真正的不执着，它能够如果跟中观的空意相应的那个不执着，一路到底会证到涅槃毕竟空，那就是初三界哦，证到实相。所以我们当然如果不执着，还是在有即空即有的，或者即有即空的，但是没有超越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没有证到那个毕竟空，没有证到那个圣意毕竟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啊，难免是圆融论。我们如果以为这个就是的话，我们难免是圆融论，圆融论那就有中了，那就中国特有，会我们中国就是重圆融。所以包括一般世间的禅修的，或者一般那个外道的那个一切啊，一切在修行过程当中都会有 相,
相似的体验呢？相似的体验，我们在那个佛法当中不是有这样的公案吗？有些比丘正道初禅，他就认为他是已经得到初果了，如果修到二禅，他就以为他是二果了。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一些的那个比较神秘的那个宗教的经验，好像不只取了。好像在二禅以上他也是无分别的，因为没有无形无事，在世俗上他也是无分别。我们不要以为这样的那就是跟佛法与世间不共的那个空义，不要以为那个就是，否则我们会停在那个地方，那就非常非常可惜。希望我们能够很警觉的知道这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来闻思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诚恳的一次一次的去闻思这样的那个。我们说要闻慧，就是依着眼闻字来了解，但是我们要依意不依语，是吗？依意不依这个眼闻字，所以我们要依着这眼闻字，要深刻的去了解它的所要表达的义理，表达的义理。关于这一部分，我想把那上一次的那一部分，我再说清楚一下。对，关于我们刚才说到依义，就是就在第十三页了。依义也有二，一个是外带的，外带就是观此法与彼法。外带就跟彼此之间呢、就观察此法与彼法，没有依存关系。我们觉得没有这个法跟那个法彼此没有依存关系，而是独立的，就是此法跟彼法是独立的，那就是独立的。独立，既然是独立的，两个法之间既然是没有依存关系，就表示两个法它是独立的，各自独立的。既然是各自独立，只要一个是独立的时候，它就有独存的一，因为各自独立嘛，对我自己来讲就是一啊。如果因为彼此是各自独立的，彼此之间就是一，彼此之间就是一。那如果是内涵的话，那就随便举一法，任何一法，它是因为它是因缘和一合相，一合相我们就认为是一，一合相整体，在合二的一合相当中有种种差别。我们就这个就是义，我们有举到那个壶是吗？壶、茶壶等等。那这个不公论者认为前一种是真实的，后一种是假名的。我科班是这样说了，不公论者什么叫做以前一种后一种呢？就是外带是真实的，然后内涵就是假名。我当时是很快的跟各位举一个例子，就像导师也这样说了，我们一般人都要认为要说要有两个坡，要有两个坡才能够说它的关系，两个坡才能够说它一个关系。导师说一个坡就可以说关系。导师在讲那个坡的时候，讲那个坡是在，就是说我们一般如果以般若间来讲，总的来讲说，我们说一切法虽然都是假名，都是无自性是假名的，但是假名还是有它，没有破坏一切，都是空寂性，一切都是假名，但是假名没有破坏它的差别相，因为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所以差别相我们没有破坏它。所以般若间把它分成假名，把它分成大的三类了，就是三种假，对吗？三种假，一个是名假，一个是受假，还有一个是法假。法受假就是什么叫受假？受假就是复合物了，复合物我们可以去分析它，复合物。那如果是法假呢？法我们一般说法假，那法就是单元法，单元法就好像南传说的四究见法啦，或者是我们北川在俱舍论就说到五味七十五法，在白法明门论就说到五味白法，白法了，白法。所以不管怎样了，这个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法讲那个单元法。这个
这个我说到那个外带是真实的，内涵是假名的，就是我们如果分析到观察一个法，它有观察，哎，它有种种的差别相，那就是义。可以说这个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去看到，哎，有一个法像我们有钱哦，有钱世尊就跟我们讲，我们这个是五蕴和合的，哎，我们就知道，而有钱是复合物，是受加啊。比如说一个茶杯啦，一个那个茶壶，它也有杯盖等等等等的哦，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受加，这是受加，就是它有种种的差别，这个就是义。那所以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这个是假名的，但是如果观察到此法彼法，我认为呢，此法彼法，因为常前一种是真实的，就是此法跟彼法，他不在，他没有观察一法，他认为这个法呢，就本身没有种种的差别了。那所以这个此法彼法，认为前一种是真实的。这个可以说，这个呢，就是那个法假，可以说就是那个法假，就是它跟别人有关系，跟别人之间的对立的意。所以前一种是真实的，前一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三种假，如果你那个就是这个法还是假的，这个我们常说到那个有中就是自性缘起，空中是无自性缘起。所以观察这个，譬如说唯识也是这样，唯识也是自性缘起，他自己说的，也就是自性缘起，自性缘起。如果具体来说，他就怎么说呢，就是自种子，自己的种子，亲生自己的果，就是自种子亲生自果，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先种子。所以他们这个自种子亲生自果的这个分别自信，一个一个的那自信缘起，那分别当然说对于那个唯识宗的，还有那个我们说那个一切行派传到中国有三宗，对吗？有唯识宗，还有地论宗，还有色论宗，什么？如果以那个真谛所理解的，那分别是那个是哈。就是阿赖耶识。那如果以玄奘这一方面所翻出来的呢，就是那分别是一个一个的，能够分别出来一个一个的，就分别自性缘起。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自性缘起。所以基本上，它虽然还有其他的，就好像种子要有阳光、水等等等等的，但是基本上那个现行的那是。自种子亲生自果，就是眼的种子生眼的现行。所以基本上在这里是可以看到它是自性缘起的。所以基本上它是要依着这个，因为在有中认为要有自性，要有自性，有自体，有实在的体，它才有它的作用。这个作用是来自于真实的体，真实里才有它的作用。那至于其他的呢？其他的，它如果没有真实体的，是没有自己的作用。真实没有真实自体的，它是没有作用的。所以一切一切的作用，就是一切一切的缘起法，要在哪里说？就是自性缘起，就是要有自性的法来说缘起。我们来看哦，包括现在的南传，包括我们那有中的唯识，我们基本上很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以这样的之见。站在这个立场，在空中的导师说明的这个立场，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的看到这一点。包括你看那个俱色论等等等等，他们在做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明确很明白的看到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哦，各位一定会有在读阿毗达摩了，一定会有在读，不管是阿毗达摩，不管是有部的，或者是南传的，或者是大圣的，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它。基本上都要在这里去说缘起。那然后呢，因为每一个实在的法当中的作用，作用跟作用之间的那个都是那个都是作用跟作用之间是依着一个一个具体的这个法的作用跟作用之间的关系啦。所以都
都没有离开，所以他们说的缘起就是自信的缘起。但是中观不是这样说的，中观说其实前一种这个真实，这个法本身它也是因缘所生法，只是这个因缘所生法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它幻现出一个一个的单元。中观是法，它还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所以它本身呢，它本身还是因缘所生。如果是本身还是因缘所生，我们上次就举那个了，老师说一般人都要说到两个波浪才能够说关系，老师说一个波浪就能够说关系。什么叫一个波浪？我的理解了，就是两个波浪，也就是两个那个单元法，就是那个法单元的那个法。老师说一个波浪也能够说关系了，因为一个波浪就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那因缘就是跟什么叫因缘？就是相对的其他的因能够生这个果法嘛，就是单元法还是一种因缘，因缘有的法，它还是一种果法，它还是因缘所生的。因跟果之间是不异不异，但是它还是因缘所生。所以一个法本身就可以说到依存的关系了。跟什么依存关系？它就是因为因缘所生的嘛，因缘所生。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了解了这个，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了。我们上个礼拜在讨论过程当中也一直在这边做说明，对吗？在这边做说明跟比较跟中观之间的差别。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如果跟深刻的依着我们今天在刚才很快的跟各位在做说明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边，就是因中有果。我举个例子，举个例子让大家更理解它。就好像有部它是三世实有，它是法体恒有，它法体恒有，它三世的差别是用它的作用的生灭来说差别，对吗？那这个法体是三世恒有的，不变的，三世的法体本身是不变的。但是无疑是它是三世实有，但是金部啊，金部就不满意，金部他就不满意三世实有，他会说怎么可能啊？所以他要现在有，他要现在实有，他认为怎么有可能一个法还以前就有，还没有生起来，未来就已经有了，他认为这个不可思议。已经灭入过去的法，为什么还是实在的有？像有部那三世都实有，那法体都不变的。那金部他就不承认这个，所以他要现在实有。但是他一现在实有的时候呢，他还是种子，自种子亲生自果的种子生现行的种子，从种子生起现行的。老师这样说嘛，老师这样的评论，老师对于三世实有跟现在实有，跟有部跟金部，金部就是从有部分出来的嘛。老师这样做一个评论，老师说，老师说那个现在实有的这个啊，只是把三世实有现在化而已，因为现在化，因为它是现在实有嘛，它是把三世实有的，他不满意三世实有，老师说他只是把三世实有的这个思想把它现在化。那什么叫做现在化？就是把那个未来的，本来在有部，他说未来的法就已经有了。灭了之后呢，过去的法还是一样的有，有法体是有，只是那个已经没有作用了。它是用作用来分别三世，但是法体本身是有的。金部他就不满意这个，他怎么可以都还是一样，都还是一样，这个法体都不变。他只是把法体的那一部分把它变成种子，种子，而种子会生现行，现行会熏种子，它有变化。但是有一个不变的，你看哦，自种子亲生自果，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先种子，就这样说咯。举个例子，眼的种子生眼的现行，眼的现行又熏回成眼的种子，然后这个眼的这个种子呢，将来
因缘成熟了，这个缘的种子又升起一个缘的现行，而这个升起缘的现行，这个种子就没有了，对吗？但是这个种子升起现行的时候，这个现行呢，又会形成这个现行的种子，就这样，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因中有果，可以理解了，就是他把三世有的，把它只是现在化而已，他只是说他不能够承认说，不以为那个这个法体都不变，但是他把那个法体会变，就是种子生现行，但是都是这一个，都是这一个，所以它是可以进于因中有果。希望这样的说明能够让各位能够更清楚，更清楚。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个在我们佛法当中，佛法的那个学派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因为唯识就是依着那个经部的一个经部当中也很多的学派嘛，就一类经为量者的这个，然后再回小向大，这个基本上它也是继承的这一部分呢，也是现在有，也是现在有。所以希望我想今天又特别提到那个在部派的跟大乘学派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关于去看去再去闻思各家的说法的时候，能够更明确的看到各家的根本差别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各家有所理解啦，对各家有所理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当中做一个什么抉择。我们到了这个很明确的各家的说法，如果很清楚的知道他的本来的说法的时候，如他原来的样子去理解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随着个人的根基了，随着个人的因缘，随着个人好要，去抉择哪一家才是你了义说的，哪一家才是适合自己的根性。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很老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哪一家的说法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时代观，这是我们要去，各家已经都很理解了，包括空中咯，而且导师是依着各家原来的样子说各家的说法，不是以自宗的说法来说各家。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好的因缘之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好好的各家去做比较，然后去观察到底哪一家才能够真正的，我说真正的跟世间不共的哪一个，能够去面对到我们的具身自性之。我说面对啊，各位，我说面对不是说已经要解决它，我说要看到它，比如说那见龙见首不见尾的那一部分，或者是狐狸尾巴能够让我们看到，甚至说不要看到，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去看它，这个都要我们自己随时在闻思的过程当中，然后再随时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在那个时候去观察，去如理思维，如理观察我们自己，然后在这个地方再去理解它。最重要是在这里，不是在说批评哪一家高哪一家低了。而且我们在理解各家说法的时候，导师是善贯彻一切法，然后把一切法的，但是他不是把它混乱在都在一起，而是在怎么样，而是把它分别它的浅深次第，分成它的了义不了义。世间都要这样咯，世间你看，世间对于那个一个数，我们就说数学来讲，同样对一个数，你看小学的面对的数啊，中学、大学哦等等面对的数都会不一样，从定量的到那个变量的，从那个可以间断的那个数，那个间断的那数，比如说自然数，然后到了分数等等的，分数就叫有理数、无理数等等的，然后又到超越数，又要到实数哦。实数之后的一线的，它又要有复数等等的，又有向量等等，那基本上它都有不同的面向。所以佛法当中呢，佛法当中还是都在谈缘起，有种种的缘起法，然后都在谈空义，有种种的空义，所以我们要还是要把它那个理解的清楚来，然后善贯彻它，把它应该有的位阶放在他应该有的位阶上。
这样的话，我们来学习佛法就能够对全体佛法当中比较深刻的理解。而且这样的话，我们在不单单是义理的理解，因为义理就是要来去指导我们的身心嘛，指导我们身心。而且我们在有这么多义理当中呢，又能够上贯彻的时候，但是不是把它混乱都成一个，那就很糟糕了。所以如果能够这样的时候，对于我们来学通论，比如说我们一起来研读导师这一本著作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就有它的价值了。是希望不要囫囵吞枣的，好像这个词句我们都看得很顺啊，我们很熟了，但是深刻的去理解它的意义了。希望我们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而且在往这个方向去很扎实的去把它分差别项把它分析的出来，跟各家的差别项我们把它分析出来的时候，希望哦，我们要上贯彻，上贯彻，要上贯彻，不是很，然后一这样分别它的那个差别的时候，我们那个对立心呢，我们那个刚强的那个慢心起来，那就非常非常糟糕。宁可我们不要读这来读这个中观了，希望不要有这样的副作用。但是它的差别的那个幻象，我们一定要去抓得准来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依着这样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它这个静于因中有果，不是直观法法的当体，不是以法法相依相言相相成的。法法的当体跟法法的相依相言，可以这样来理解，法法当体就是这个法当体，但是法法之间的相依相成，可以说法法跟法法相依相成，就是作用，作用跟作用之间。但是千万千万要注意一点，有不得就是把体用分开了，体用决然的二分法。但是中观没有否定体用体相用，又像那个中观经论，中观经论第八章不是在讲中观的诸法实相吗？中观的诸法实相不是老师依着法华经那实如是吗？而且把它特别分成三类吗？特别分成三类，性相体作用，对吗？性相体作用，基本上就在说明我们一般我们学佛，我们北传一学佛，我们以前学就体相用是吗？但是中观是在这样，这个都是如幻的。我们本来说中观是否定体的了，体性是没有，因为没有自性，没有自体，没有自性的自体。但是幻现出来的是没有否定它的，幻现出来的就一个一个的法都有它的体用，都有它的体用，或者是体用或者是性相，都有它的相状，但是它是如幻的，如幻性的，不是有实在的自体，有实在的自体就有实在的它的自体的作用，就像一有实在的我就有实在的我所的嘛。那如幻的我没有否定，也没有否定如幻的我所，没有否定它，但是我们总是凡夫无明，无问凡夫总是在引起假名我，就认为有实在的我，一有实在的我本来是如幻的我所，我们就认为有实在的我所，比如说一有我就有我的我，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国家等等，那个我，那我的哦，那个又是实在啊，根源来自我是吗？所以但是如幻的，因为有差别相啊，有差别相，缘起差别相是有，就像世尊也一样啊，世尊也他的父亲死了，他还是一样去抬棺，对吗？别人的父亲死了，他会不会去抬棺？他不会去抬棺。但是那个差别相是不能够否定他的，比如说世尊还要到那个到刀立天去为母说法，对吗？但是这个差别相在世尊的当中也是说，是一切众生都如罗侯罗，对吗？但是还是有它的差别相，但是差别相无碍它的平等性。在世尊的那个世尊本身，它是没有差别相的，没有差别相，不是它的那个差别相是没有否定，没有妨碍它的平等性，没有妨碍它的平等性。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理解，这个都是如幻现的当体，如这个
直观法法的当体，这个当体就是一个一个的话差别，这个差别是相对的差别，但是有中都认为绝对的差别，因为自信有的，自信有的。但是以中观来说，法法的当体是一个一个的幻现出，用缘起因缘因缘幻现出的彼此的差别相啊，就这个就是法法的当体。以法法的相依相成的，就是法跟法之间是有关系的，不是像有中它自有自成的，不是，它有跟法法的相依相成。既然是相依相成，法法跟法法之间的影响，影响它的相依相成这个作用呢，哎，那就说到作用了，作用啊。所以这个什么叫不是直观法法的当体跟法法的相依相成？如果依着我们这个，希望我们在做这样的分析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更理解导师在说一切一句话的前后的脉络，尤其在谈到深刻法义的时候，我们导师在谈法相的时候，我们这一部分就要非常非常注意到前后的脉络法相，尤其在对依着缘起法相在做缘起法性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缘起法相就会谈到它的在缘起法相的之间的相依相成当中，不依不依不即不离的这个当中呢，就要去理解到它的无自性，因为只有无自性空才能够真正让我们什么出三界，因为真正的空义就是在面对我们的实在感。我们为什么会不能够出三界？因为我们实在感，实在感会有什么问题？就抓住不放，抓住不放。你说不会啊，我不要抓住不放，佛法也这样说咯。你说那个爱不单单是占有的爱，否定的爱，否定的还是一种爱，不是上一次也跟各位说到吗？有爱欲爱，有爱是占有的爱，无有爱是否定的爱，连这个我有就是我这个生命我不要，我不要它，我不要它，那还是一种爱，它也是出不了三界。所以执取不单单是我们说啊，我贪我就向内拿，我撑呢我就伸手向外推，好像拿向内拿或向外推，撑跟贪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都是一件事情。老实说，撑就是爱的反动，撑就是爱的反动，这是什么意思呢？撑跟爱都是情为本，因为有情，以情为本，以情为本。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说我不要执着，我不要执着的当下，我们还是在执着，因为还是在执。为什么？因为它是实在的，实在的不好，我不要，我不执着，我不要，那还是实在的不执着，还是在不要它。所以外道的修行，佛法说到那个就是三求，三求在佛法看起来都是那个情欲的求，泛情求，泛情求对于佛法就是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比如那个道家说，那个老子说啊，吾之大患在我有这个身，对吧？他不要这个身，以佛法看起来哦，他们不会觉得他那个还是一种爱啊，还是一种他们认为一种潇洒，是吗？包括大家不是以前都常听说那个孟子啊，妻子死掉，鸣鼓而歌，看到他的潇洒。但是老实说，如果真的不执取啊，不一定要哭，但是也不必要鸣鼓啊，也不必要鸣鼓而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还是真要有佛法才能够深刻的看到。那这样要有佛法，要怎么样的佛法才能很深刻的看到？这个我们就要去观察了，要去观察了。所以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就要去彻底的去把它要离得出来，要离得清楚出来。离得清楚出来，不是在批评别人，而是离得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够很深刻的就知道我们要往我们自己。我们如果要观察，我们到底要往什么方向去观察？这个方向才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才是空中要观察的方向。好，谈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不是直观法法的当体以及法法的相依相成，所以可以说就是法法当体还有法法的作用，作用跟作用之间就是法法的相依相成。这样如果跟前面这个来对的时候，这个法法就是因法跟果法。缘起法，什么叫缘起法？缘起法就是
我们说一切的法就是缘起法，这什么意思呢？一切的法就现前的一切的法，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都是因缘而起，因缘和合而生起的法。所以相对于因缘来讲，我们现在所现见的一切法就叫做果法，所以就是因果法了。所以缘起法就叫因果法，所以不是只观法的当底，就是法当中呢彼此之间有关系，是吗？法就是因法跟果法，因为我们在谈之间的关系嘛。因为就是比如说导师举这个啊，由于假功能存在，就是而没有发现，导师说其实假功能的存在就等于假功能现起，它就已经是有，已经是升起的。它在不是不会说像如果以唯识来讲，或者是以那个经部来讲，就是种子在现在位，种子已经在现在位，它还没有升起。但是以中观来说，只要是在现在位，一定是升起的。那现在位它有可能很生细的，它在现在位有可能很生细的法，很生细的法。这个生细的法虽然是很生细，没有我们不与我们现在所发觉，但是它还是一个存在，还是一个有，还是一个生起，因为在现在位还是一个生起。所以这个法我们现在可能很生气，我们不了解，不能，它还是生气。除非这个法我们永远不能发现，永远不能发现，就是没有这个法。只要有这个法，我们终究在现在位再怎么样的生气，只要是有这个法，我们终究是可以发现到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能够发现，但是我终究是可以发现。所以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了。所以这个不能够直观法的当体，也就是不能够直观因法跟果法的当体，也就如果以来这个来讲，也就是不能够观察到总就是功能，这个也是因法现起的呢，这个是果法现起的，这个是依着唯识来说咯，依着唯识的，因为种子生现行嘛，啊，种子就是因，而且它清因缘嘛。那现行就是他果法，所以静于因中有果，静于因中有果。我刚才特别举了有部跟经部的对比，是吗？而他们这个不是观察法的当体，就是这个假种子，如果说它的很潜在的这个功能，它还是一种，它还是一个法，它是不是在因中有果的？就是果在因中了，因中有就是果在因中，不是观察法的当体，就是因法。我刚才说到法就是因法果法本身，它有它相对的存在性。既然它有它相对的存在性，就是法它有相对的存在性，它也有它们之间的相依相缘性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去理解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其实每一个法，我们是因法跟果法之间，它是不即不离的，不能够离开因。但是果法不能够离开因，也不就是因。这个一般我们可以理解。其实都是这样说咯，那个因法也不能够离开果法。而我们上堂课也说明了，是吗？也比如说一条线，它可以变成是什么绳子，也可以变成是衣服，也可以变成毛毯等等的果。所以这个因跟果之间是不即不离。所以这一部分只要这个是因生果就才能够生，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果灭的时候，因要先灭果才灭，但是不能够果灭了因才生，不能够，因为果灭了之后因才生，因跟果之间就断。但是也不是说那个果生的因还不灭，这就是不即不离，不依不异。所以我们常说咯，有中它的刹那是没有前后相的，但是在空中呢，刹那只是幻现出，就好像说在因缘和合下幻现出一个单元，但是单元呢，它不会小而无内的那个点，它还是有有
有什么前后相，所以在暗间是不是这样说咯，刹那生灭，刹那一个刹那最短的时间，形容最短的时间，它还是有前后相，还是有这个前后相。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依着这样的观念来去说明这个因跟果之间的不即不离，不异不异。我们说生就现代位，灭就过去位的灭，但是这个之间的因跟果之间的那关系，我们就要抓得牢，抓得就是他们之间是不即，但是也不离。但是不即不离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它？各家都在说不即不离是吗？不异不异，所以要依着这样的观点，我们一致的去观察它，也依着这样的观点来观察我们的身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的去理解哦，中观原来是这样的说法哦，中观的说法哦，虽然大家都是同样一个形容词啊，一个的说法好像很类似的，但是。有它指向的意义有不同，比如说空也不是佛法特有的名词啊，这个空也是在印度固有的名词啊，是吧？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但是我们佛法的空跟印度人一般讲的空，它的意义名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意义有不同。这个我们要去比较有耐心。要有耐心去理解它了。好，这一部分是把上两个，因为各位后来的那个在讨论过程当中，我想再把它举一个例子，再具体的例子，跟各位再做说明一下，看让大家比较能够更明确，而且依着这样的明确能够去观察。在佛法当中各家的说法是怎么样的说法，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对佛法的各家的说法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在深刻理解当中对于中观的说法有更深刻的理解的时候，各位再看世间的一切的，就可以看到它的位置了。就像我举个例子，就像现在基本上在科学界了，科学界因为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生气的，包括引动那个哲学界，或者是说现在科学界的他对这现象的哲学的解释，譬如像现在就是量子力学是吗？量子力学本来量子力学因为太微，已经观察到那一部分很生气的那一部分，很生气的那一部分，它的量子现象就特别明显，就好像波动线、粒子线啊，等等等等的啊。然后观察现在对于那一部分要有，因为用粒子，因为有波动线，它对于那个粒子有波动线，后来这样的。在还有发现很多很多的现象出来，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吗？你对波动线粒子，因为它在一个粒子就有波动线粒子线来说的时候，对他们就已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在以前的观念是波动跟粒子是绝然不同的一个性质，但是绝然不同的一个性质竟然能够在一个粒子上表现出来啊！接下来他们又发现很多很多的现象，从那个好像一个。这个粒子跟如果分裂的这个粒子跟其他粒子之间，另外啊相对的就是成双的这个粒子啊，不管它两个离得多远哦，马上就能够有感应，就能够它变化，它就能够跟一下就变化，离开的像那个离开的那个相对论了、啊，那个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那个原则说，你再怎么样速度，再怎么样传速，不能够快过光速。但是有这样的现象，就好像破坏它了。但是要对这个呢，又要承认那个广义相对论的这个说法，又一方面又要符合这个那个对量子现象所观察到的这样的现象啊，大家也伤脑筋了啊，一直在。本来有我后来有一个弦理论是吗？又后来有个膜理论，弦理论就是把那个点。啊，本来它点是没有长度的，就是没有，就是零，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现在变成什么有长度的弦啊，一弦又不行了，又要磨弦是弦，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一度了，磨又是一个什么平面，你看，他当然要去统一很多很多的力啊，他们在那个物理学当中已经基本上有几个很基本的力，他们那又要去统一它。又你看咯，从量子又到谈到线弦就是线，然后又谈到线还不太够，弦还不太够，又到膜就跟一个平面，又不是平面，它不一定是平面，就是二度的，它可以是曲面等等的，
我想到最后你看，它也是一只网根，它也是一只，但是他们就是那要找到最根源的因素。就以中文来说的话，这样一直在找最根源最就近的那一部分，那是永远都不同的条件，它就不同的面向出来了。所以一直追根究底的，一直实有的那个追根究底的，终究是没完没了。追根究底的，一样实有见得到，说不管是环啦、啊，或者是只要是有，不管是直线或螺旋等等的，或者曲线，只要是有绝对的两边的这个，那就是直线的，就是有绝对方向去追它。有绝对方向的去它，那就是只有这些，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永远是没完没了，因为它不同的面向，它不同的面向，它就有不同的作用出来。现在那个量子力学已经观察了，因为太微细的，它也加入人的观察进去，所以会有种种的面向。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中观的空域来去超越来去看它，那是不太容易从那边超脱出来的。各位，因为我没有方便智，我不能了解他们具体的那个内容，我是不能了解。但是我们能够一直中观的这个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他的那个往什么方向去驱动。所以我常说了，在迷宫，佛法中。佛法给我们一个立足点，可以站在迷宫外看迷宫。迷宫的内容佛法是能够理解，佛菩萨有方便智是能够理解迷宫的内容，但是我没有方便智，我不能够理解迷宫的内容。但是佛法给我一个立足点，站在迷宫外，可以站在迷宫外去看迷宫，它的大体的趋向可以理解到。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这样去理解它啊，然后我不是说要去看很多很多的书，不是这样的意思。我说我们在这样的话，我们要知道了，只有真的，我们如果要到了缘起相去观察的时候，那个缘起相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在停留在有当中，我们一定要在有的当中呢去体会中观所要说的空义，然后再从空义那一部分再来去了解缘起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更深刻的去了解中观义。好，这个基本上我是把那个上个礼拜关于那个因跟果之间，就是法跟法之间到底是一还是一，这个一跟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像外道的六十二见也是跟着一跟一来的。其实那个时间呢、啊，前后相也可以属于一跟一哦，就是前后相，时间的前后相，前相后相呢，也可以把它相对来说含一跟一可以含涉这一部分的。所以一跟一，比如说那六十二见就是一跟一之间的那个关系了。所以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在这一次的在更跟各家的说法做比较之下，希望能够对各位的这方面的理解有些帮助。好，我们先休息。